音盒组在线玩火，戴耳机戴耳机。掌柜，住店。请问两位要几间房？啊，当然是一间。我跟你们韩光君啊，能是两间房的关系吗？嗯，两间。反正就算两间房，我也逃不掉，次次都被抓回来。不如我干脆把蓝湛恶心个够，最好是一剑把我劈走。哼，哎，韩光君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快来睡吧，我已经把被窝暖好了。你的房间在隔壁。什么隔壁啊？我看你这间房比较不错，就喜欢你这里。换房。为什么要换房？你喜欢，让给你。哎呦，那多麻烦呀！我们可以一起呀，挤一挤。随你。哎呀，我这个枕头放的不好，得换个位置。哎，哎，哎呀，这怎么就掉到窗外去了呀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有枕头我怎么睡呀？哎呀，再取。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取什么呀？我跟你枕一个就行。你往那边挪挪。哎，等等，韩光君，你怎么还穿着衣服睡觉呢？多不舒服呀！来，我帮你脱了。哎呦，你这腰带系得还挺紧呢、你抓着我的手，我怎么帮你脱？汗湿一锅。哎呀，知道了。韩光君，你睡了吗？我睡不着啊。静心。韩光君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会睡不着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忍耐不了了。你摸摸看，听听我的心跳。韩光君，听到了吗？休息。哼，又是禁言术、定身术。哎呦，蓝湛怎么这么能忍呢？以前一撩就害臊，还臊得怪好玩的，如今非但八风不动，还学会反击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会放我走啊？抖音。